由于含有亚铁离子的水溶液具相同体积，且分别以浓度 0.1 m 的过锰酸钾或是浓度 0.1 m 的重铬酸钾溶液，在酸性条件下滴定，达单量点时所用滴定液的体积分别为 x 及 y 毫升，则 x 与 y 的比值为和。那以浓度 0.1 m 的过锰酸钾来滴定亚铁离子的时候，它浓度乘上体积，那乘上它的得失电数是5颗，好，那等于是亚铁离子的末数再乘上1，因为它是正二变正三，所以电子数量是1颗。那再来相同浓度的重铬酸钾来滴定，那它不一样的地方呢，就是它的电子数是6颗，那一样亚铁离子的末数一样是乘上1，好，就是正二变正三。那由于两次滴定用的亚铁离子的浓度体积都相等，所以两次滴定中用去的亚铁离子的末数也相等，所以可以我们经过计算之后就可以得到 x 除上 y 就是6除上5，因此本题的答案就是 C 选项。